跨年来微博，我们玩点不一样的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硬糖少女303。2022年，祝福大家生龙活虎，如虎添翼。12月29日18点，和我们一起关注新浪娱乐不一样的非正式跨年派对狂欢夜，与你相约。跨年来微博，我们玩点不一样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硬糖少女303的刘仙宁。2022年，祝福大家一岁一礼一欢喜，身体健康，诸事顺遂。12月29日18点，和我一起关注新浪娱乐不一样的非正式跨年派对狂欢夜，与你相约。